两年 ，OK， 嗯，然后我刚才就放了一个投票，就给你们选要剪到哪里的长度。结果胜出的是9点，谢谢大家那么大发慈悲，饶过我的一命，让我9点才起身，现在是9:05。9:05，然后去刷洗脸，再决定我等下要做的行程。昨天在今日行程的投票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难见的现象，就是竟然是50-50。我就问你们，我今天应该是要去咖啡打卡，还是要去弄头发？结果是50-50的话呢，决定权就回到我手上了。所以我决定今天找个机会去理一下头发吧，因为我头发太长了。拜拜。然后现在要先做第三样东西，就是我的早餐嘛。那么早餐你们投票是想要我自己煮，但是我自己煮不出什么好东西，所以我决定就是要插一个面包，就当做我随便的一个早餐。这就是我自己做的早餐，真是枯燥乏味而简单啊。刚刚的投票我看到比较多的人是选择了剪发，对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来理一理我那么长的头发2年。 OK， 然后我刚才就放了一个投票，就给你们选要剪到哪里的长度。先不让你们知道我选了什么颜色来染，可以猜猜看。刚已经剪完头发了，但其实没有剪到很多，因为大家手下留情帮我选了个中长发。我已经做好头发了，脱口罩给你们看一下。如你们所愿，今天吃日本餐，这是我每次吃日本餐一定要叫的，因为我最喜欢明太子跟这个小温。我跟沈丽讲哦，他讲你要保护我，等下我出去的时候，我再送你一个生日礼物。他全程就躲着不好的，全程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跟人跑，闭眼乱叫，太恐怖了。然后那个鬼摸他，然后他里面以为是我，没有，有一幕我有看到，一直说那边我是你。应该不是，应该是鬼。好恐怖！然后他还要逼我出去跳舞。我在电视机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真的好玩，体验感不错。我已经回到家啦，所以今天的这个 IG 决定我的一天算是圆满达成喽。今天超级 productive， 做了很多东西，一大早就起来，然后自己做一个面包，之后呢就去做了一个头发，这头发我真的很满意，超级喜欢的。还有跟朋友一起拍了我的两个工作以及一个自己的影片，然后我们去吃了个晚餐之后呢，还去体验了我超级想玩很久的这个密室大逃脱，真的是一个
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。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投票，这次的这个 IG 决定我的一天的反响非常非常的热烈，然后也真的很好玩。